但是你自己看他的一些神逻辑，对，你但是他也不演了，我们就不相信写论文的比没有写论文的多。他意思是干嘛呢？我就不相信你们这些票能够影响到我多少票。嗯，你看民进党到现在满脑子都是选举啊，他根本没有学术伦理在脑袋里面想要捍卫，没有。你们这写论文的几个啊？然后啊，我就是有本事嘛，桃园我就不相信啦。嗯，你硕士有几个啦？你桃园有硕士有没有两万个啦？我跟你讲，我们林智坚吼，只要把没有写论文的、写不上论文的拿到吼，随随便便也几十万票了啦，根本不需要你们这些写论文的，听懂了吗？林智坚也就是小英男孩，不需要知识分子了，也就是蔡英文看不起知识分子了，蔡英文、小英跟陈时中根本不需要你们这些写论文的，你们这些写论文的，就是你们这些台大的，你们这些中华的，你们这些学校，去死啊！这样懂了吗？懂了吧？看不起你们这些写论文的。然后我就是有本事嘛，管他是什么原因，我就是拿得到学位，我拿得到选票嘛。写论文的又怎么样？你们几个读几天书了不起啦？就要跟我民进党叫板啦？大不了不要你们的票啊！这样听懂了吗？那这些知识分子，你们还扒着人家的大腿，然后在那边后面拖着脚，然后还拖出一道杀痕，你神经病吗？人家都已经把你看不起到这种地步了，学术伦理都被他踩在脚底下了。你们这些写论文的是有几票？你告诉我，还不够白啊？然后那种论述逻辑，你觉得这些知识分子，你好，你真的有脸会跟这种论述逻辑的人在一起吗？什么林智坚？市政90分，你还要在乎他十几年前的事情？对，哎，这关乎道德。你不觉得很像我以前跑社会新闻哦？慈母多败儿啊！哦，每一次只要发生很重大的社会案件，然后你去访这街坊邻居跟爸妈，永远都是小孩子很乖。我小孩子好乖，对，他家里超乖，最近考试还得90分，他怎么可能杀人？结果一刀子就插人家心脏上，他不会是杀人，绝对不会。你们都误会了，慈母多败儿。就是你们这些人，还在那边说欠了90分，是啊，我在第一啦哈，第二，我请问啊，这个90分不是也是抄来的吗？你告诉我，你里面有多少东西货真价实的？啊，不都是你这种照片一张一张来的？这种照片，你再回来看这个红油抄手的、绿油抄手的，对，老师刚刚已经帮林智坚谋后路了，绿油抄手的。创始人林智坚是，你自己把林智坚刚刚那一套他以前那种帅气的照片，然后再搭上这样，你不觉得就是一个草包，就是一个空包蛋，你不觉得吗？请问一下，有什么叫市政？没有，他的起手式叫抄手，他的起手式呢去吃东西，这就是我们现在台湾选举文化哈堕落的开始。我们有网友在里头就回说，凭什么看不起桃园人呢？他现在就是看不起啊。你们这些写论文的桃园人，滚啦、啊！不需要啦，几票而已。你们桃园的大学生、大学教授，我讲包包起来好了。11月26号不欢迎你们去投票。林智坚就是这么简单啦、啊。以姚慧珍他们这些人的态度就是这样。我不需要你们这些写论文的，你是有几个啦？一样嘛，你看这种哈、哦，知识分子们，你们觉醒的时候是这个时候，你知道了吗？从林智坚。以这种方式可以获得90分的高分，市政高分，再加上他起手式，他不是关心桃园的水郡建设，他不是关心桃园的海岸建设，他不是关心桃园到底现在青埔地区的房价跟航空城之间的关系，没错，没有，他在乎的是你们告诉我桃园哪里好吃，他把你们桃园当笨蛋呢、欸？桃园只有这边讲吃吃喝喝啦，然后就拜个庙，就认为跟你拉近。对啊，你们哪有什么力？你们我吃吃喝喝，你们都我以前也这样子骗新竹，现在桃园我照骗，那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再看看，当今你滑这些政治粉砖，有多少是一样这样智障的？这一波的年轻人有多少每天都在做这种网红式的？就您之间这些人教坏的啊，一堆人跟着学，蓝绿白都有，每天都在贴这种吃喝玩乐文。还不是造选，哪一个候选人现在在讲市政，在讲政见？除了刘伟群跟那个张志豪以外，我跟你讲，今天敢上中天，就是自己都敢讲出政策的人啊！龙哥，对不起，在你面前卖弄，我真的不会，我不敢讲的好吧？我在对你来讲，我也是后生晚辈啊。龙哥说很好，只抖哥你自己看，这样年轻人，你看得下去吗？啊、你有没有滑他们政治粉专啊？没有，干五郎的公仔没有，全部都是这样。
至少我讲的过分吗？伟群，我讲的过分吗？是不是一堆人都是这样？林志坚们，绿白蓝全都有，全部都被民进党带坏了。每个人都在红油抄手，诚实都在偷吃东西，做瑜伽的，在那边射飞机，什么搭什么经，有的没有的。请问一下，这跟桃园有什么关系？跟你们大安文山有什么关系？跟你们基隆有什么关系？绿油抄手和林之间怎么会没有关系？有关系，抄手啊！绿油抄手要改绿油了。我们有志哥已经帮我把后面三位来宾都介绍完了，除了有志哥跟我们的伟群哥持续陪我们以外，还有我们的董哥也来了。是，大家好。还有我们的志豪哥，主持人大家好。来提醒大家，第二小时在您加入我们的周末大爆瓜之前，先帮我们按个赞，然后打开聊天室一起来聊聊天。董哥，很多人也想要听听看你怎么来评姚慧珍这样的说法，想要解气一下。其实我们知道林志坚这个事情，他其实非常清楚，叫做一翻两瞪眼了，那铁证如山，这个根本没有什么好辩驳的。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既然已经铁定主义要提名他，那蔡英文也讲的话，志坚辛苦了嘛，说你就是被选举抹黑，这个定掉了以后，那所有各路的人马就会要一起来擒王，那擒王的话就是厚着脸皮，大家开始去讲林志坚。这个不算抄袭就是 变成完全往这个方向嘛。但是你看到其实林志坚本来心里大概也是觉得说这样会不会被修理，可是我们看到他这几天的行程都在走庙，那庙里面就是你等于说你走进来的话就有点对神明发誓的意味，民进党对神明发誓欺骗人民欺骗神明那也不用讲了，太多了，苏贞昌就是一个例子。可是你可以看到林志坚我看他这两天讲一句话，我觉得真好笑。他说我要把新竹的经验带到桃园去发扬光大，就是桃园做得很烂嘛，需要你来发扬光大。哇，郑文灿表示。对啊，他的而且是媒体标题我要把，然后要把新竹经验，新竹有什么经验？抄袭的经验，对不对？新竹的经验是什么？是拿中华大学的硕士经验，然后他怎么发扬光大？因为中华大学他抄袭了抄袭的经验，然后再给他复制贴，就 Ctrl 加 C 要按两次嘛。是，那他这个经验他已经在台湾大学发扬光大了，对不对？一个比较排名比较后面的，我也无意诋毁新竹大学了，但你排名就比较后面。那我那时候是立法委员的助理，我助理弄了这个，可是我现在当市长了，那我当然要把它变成金的。中华大学已经不够看了。所以我要台大国发所的硕士，那这个去那边就发扬光大了。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其实就是蔡英文已经明白的讲，志坚辛苦你被抹黑，好好选举。那所有这个调子定的话，前党或他周边的侧翼每个人就开始出来了。那最可怕是怎么样？最可怕是几乎全台湾所有的教授你只要没有什么蓝的，没有什么绿的，几乎没有人出来讲啊。那你们在教授的道德良心何在？对，因为你只要随便上网，你现在看媒体已经讨论了这么多天，你一定会好奇嘛，现在放暑假嘛，你一定会去 Google 雅虎搜寻嘛，说我来看到底有没有抄袭嘛，或者你只要把这报纸打开看一看，也就知道整篇整段整段的抄，对不对？对。那既然这样的话，怎么没有人出来讲话？因为你出来讲话，你就帮国民党在打选战，你就没有强烈的反中，没有保台。我们所有东西就是可以这样，就好像莱克多巴的猪肉没有人愿意吃，包括民进党和他的徒子徒孙没有人愿意吃，可是公投就过不了。为什么？你要反对莱克多巴进入台湾的话，那你就是挺中反美，那你就是罪人嘛，台湾的罪人。所以你任职的学校里面有很多的校友可能是那个谁谁谁那个谁谁谁哦。是，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最可怕的是怎么样，台大有个教授叫黄应儒，他出来泼一下，他被1000多个网友全力攻击，然后出征，后来赶快把文撤了。各位，你有办法在台湾讲真话吗？除了我们这几个少数的节目，是啊，我们敢出来讲，那这个已经是一个是非题。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不相信的话，回去跟你孙子、跟你儿子、小朋友读小学的，你跟他讲，来跟阿公或者跟爸爸来看这两篇文章，你对对看。小朋友10分钟就会告诉你两边是一样的，童言无忌，可是就是一样的。爸爸这连逗点都一样，还有篮球场这个蓝也写错了，哎呀，羞羞脸，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尝试嘛。那我们今天一个怎么证据确凿，
然后大家一看就知道是抄袭的。既然有一堆人出来说没有抄袭，哦，那你想起了是不是？哦，大秦王朝的故事，牵了一匹鹿来，然后说这是，哦，一匹马，然后大家就说对，就是马，就是马，哦，指鹿为马的故事。我们现在就变成一个这样的社会，请问一下台湾有没有什么公理？有没有是非？有没有正义？你把这东西把它摊开的话，真的就是我讲的一翻两瞪眼。您之间真的不要再凹下去，你再凹下去的话，那你看一下这个问题就一直吵了，跟你吵到底。李梅珍那时候我们在做，我跟有志，我们有去挺他吗？没有，没有啊。我们说你就赶快那个，他四天以后认错，啊，说我退回协会，好，后来他也被起诉了。那我老实讲啊，这个就活该啊，这个就活该，没有人同情他嘛。那时候民党怎么样讲？哎呀，江主席、马总统，你们出来，你们都当大学教授啊？他们马英九他们有出来说这个没有抄袭吗？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台湾有地震啊，只要有利，哦，有民进党就没有是非，没有正义，那这个一翻两瞪眼，哦，大家一比对就出来的东西。既然全台湾所谓的知识分子学界，没有什么人敢出来讲话，你们都怕被出征吗？那你们的风骨在哪里？还是你们习以为常，或者你们在指导你的学生，欸，知道你的学生都在抄袭啊？那今天整个台湾我们都在讲学术伦理，这个也不用学术伦理，这个就是一一去比对，马上就见真章了。所以你看到了非常失望，为什么我们整个学术的氛围会变成噤若寒蝉？因为你们不怕自己的良心被糟蹋，你们怕被网军出征。那请问一下，是非何在？公理何在？学术伦理何在？大新闻大八卦，现在要来开 Turbo 拼订阅数了，就靠你们动动手指冲一波，和我一起开启小铃铛，转发多多评客。旺旺水神呢，它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它是还原成水，所以不用太过于紧张，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适用，在这个非常时期，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雾化器还有生成机都给它买起来。当然，在我的部分折扣码可以享有优惠啊。